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月悟教研集。谨慎因果，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万法的本质虽然是空性，但缘起的因果法则并不是空的。有的时候说太多空空，结果就把因果呸一声丢在一边，满不在乎，这样是不行的。利洛巴大师曾经对那洛巴说，一个还未证悟空性的人，绝对要重视缘起，谨慎因果。深信因果，深信因果，行时善，断时恶，这就是世间的正见。有人以为那是在家种才要做的，其实在未证得圣位之前，不管在家出家都要修持。到次第的开始是暇满人生，佛法的开始是相信因果。出离心，当我们思维观死无常，再思维轮回过患，而真正升起一种我真的要从轮回中出离因解之心，这就是出离心的标准。如果心中没有升起这种真实不造作的出离心，就没有真正入道。法是不是真正在心中升起，就在于有没有真正升起出离心。
忘了快乐。我们每天庸庸碌碌地过着，为什么这么忙碌？无非是为了快乐，但却沉迷糊涂于忙忙碌碌当中，一生就这么过了，忘了我们是为了快乐而这么做的。每个人都在找寻爱与支持，但很少人准备好真的把爱与支持给别人。随顺众生，在随顺别人时有个重点，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把握住自己。你要先有自己的人生准则，然后再试着随顺众生，才有可能真正利益他人。
悲心。悲心并不是把对劲放在对方，自己作为要升起悲心的人，在这一面把一个可怜人放在对面，而是要把自己当作对方的一部分，当作你升起悲心的这个众生的一部分，然后去思维观想那个众生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以这种方式感同身受他人的痛苦，才会升起真正的悲心。所谓的悲心，在你对他人升起悲心之前，你自己要先了解痛苦，先要认知感受到痛苦。当你有这样的感受时，你就会了解众生在遭受怎样的痛苦，你就更容易升起悲心。在自私自利的人身上，找不到生命的价值跟意义。靠自己，我没有一个特别的管我的老师，所以我现在是想做什么事都可以。虽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对于自己身口意三门的所有羞耻，尽量都以慈悲为本，一切都以慈悲为出发点去做任何身口意的行为。有时我们身边并没有一个指导者带领着，这要靠自己的力量，这是很重要的。
良好行为。如果一直能够保持良好行为的话，我们身口意三门的行为会使人欢喜，令人生起信心。一般不信佛法或诽谤佛法的人与天，或者非人与非天、夜叉、罗刹、魔鬼等，当他们看到你的温柔与柔软的行为时，他们的内心自然而然会升起信心与欢喜心。真正的悲心，悲心不是自他分开，我高你低，自己处于很好的境地，看着别人受苦时想说，哦，他好可怜，真悲惨，而应该是由于自己曾经尝受过痛苦，看到他人受苦时而能真正感同身受，毫无自他的分别。在网络先进的时代，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而我即将成为饲料，被一只巨蟒把玩。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透过大师傅的接引，我来到了天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新逢大势至菩萨圣诞，佛教慈悲之夜，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恭送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暨万灯祈福法会，恭请慧信法师领众。时间8月16日星期五13:30恭送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16:00万灯祈福法会。联络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佛教慈悲之夜，云林观音讲堂举办礼拜药师宝忏暨护生法会，恭请慧信法师主法。日期8月18日星期日，时间上午9:00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洽询电话0566331565，056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灌顶的作用就是启动佛性的功能，让佛性发挥作用。当然，从本质上讲，佛性如来藏是无为法，不存在启动不启动、发挥不发挥的内涵。但从现象的角度来说，启动的过程还是存在着的。授予权力，如果没有灌顶而学修密宗，不但不会有任何进步和成就，反因自己违背了规定，所以还有道法的罪过。灌了顶以后，就有权阅读密宗经典，修持密宗修法，念诵本尊心咒，宣讲密宗续部等等。因为灌顶有好几种层次，有些灌顶得到之后只能自己修，却没有资格宣讲；有些灌顶得到以后，既可自修，也能宣讲。四级灌顶，堂密、东密或外密的灌顶，只有第一级灌顶。而藏传佛教的密宗却有层次各异的四级灌顶，因为其深度更高一个级别，所以叫内密。外密的观点、修法、灌顶，都是介于显宗与内密的中间地带。外密中没有出现高级别灌顶的原因，是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够成熟所致。当显宗根基成熟以后，就可以先修学外密，再修学内密。如果加行修法修得好，也可以让我们的根基成熟起来，从而跳过外密，而直接修内密。
同时我们经常灌的金刚萨埵灌顶、阿弥陀佛灌顶、观音菩萨灌顶、大日如来灌顶等等，多属于外密灌顶。凡是有四级灌顶的都叫内密灌顶。第一级灌顶叫宝瓶灌顶。宝瓶灌顶的第一个作用是允许受灌者听闻、修学与升起次第有关的密宗序部和论点。第二个作用是让气脉明点当中的脉以及身口意当中的身转化为佛身。当下没有证悟的人，借助于灌顶所给予的力量以及升起次第的修法，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快速成熟，并转化为佛的身体。第三个作用，可以断除身体所造的罪业。第四个作用，是播下佛的化身、报身、法身、自性身之四身中的化身种子，并令化身成熟。所谓转化、清净与成熟，都是从表面上讲的，实际上并不需要，因为其本质就是清净的，但毕竟表面上现在不清净、不成熟，所以需要现象上的转化、成熟与播种。